好，现在小琴姐姐跟小 Z 弟弟要来开箱吃这个圣诞姜饼屋了。啊，这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。啊？好，那谁要先吃？我。来猜了，猜方向。我想要吃那个饼干，那个饼干很好吃，好不好？那个巧克力包装。对，糖浆，那个巧克力吗？不是，我说那个包装很像那个巧克力包装。好。巧克力不是都会？不能吃的先放旁边。可以吃的再拿起来吃，不能吃的，不能吃的，你给我走开，不能吃的。好了，快点，吃吧。你这个哥吃到牙齿两颗都不见了，来，姐姐你先吃吧。我要吃饼干。好，吃饼干，这个就是消化饼吧？消化饼，好，加糖浆很好吃哦。这是消耗品啊，弟弟你觉得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这个再加个糖果会更好吃，它就是糖果加糖霜浆再加。我帮你们这样。是哦，这个口感会很多层次，很好吃啊，真的。那我就这样子，这样。对，就这样吃。OK，好吧，那你们两个就把它吃完吧，吃不完的话就记得冰箱，好不好？都可以，就是不要让它透在空气中就好了，不然透在空气中它很容易软化，它就坏掉了。没有那么好吃，来给你吃吧。你自己吃，你自己拿了就吃了，不要在那每次吃一吃又不吃。OK。